2009年7月29日 ，Tiara 以六人组合正式出道。11月27日，发布首张韩语正规专辑《Absolute First Album》。Tiara 从2009年女团盛世中脱颖而出。一首《Bobby Bobby》连续获得多个音乐节目一位，使他们星途大开。之后，《Roly Poly》让复古风靡一时，《Lovey Dovey》让鬼步舞火遍亚洲，《Sexy Love》成为女团机械舞的鼻祖，被粉丝们称作歌谣界的变色龙。2011年11月7号到13号的第一期音乐微榜韩语榜单中，皇冠妹子们凭借《Cry Cry》获得第3名的成绩，正式开启了微榜之旅。此后，更是一度化身霸榜专业户，只要有新歌发布，就会登陆榜单，更是榜首的常驻组合。凭借优秀的榜单成绩，接到了第3届音乐微榜年度盛典的邀请，凭借各位 Queens 们的鼎力支持，在一众韩团中脱颖而出，获得韩国地区最具人气艺人大奖和年度风向艺人大奖。我会努力的，谢谢，我爱你们。从此 ，Tiara 在中国地区也获得了更多关注 ，Queens 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。随着人气的积累， Tiara 开始以小分队的形式活动，分为 Tiara N4 和 Tiara QBS， 同样在音乐微榜中获得不错的成绩。之后以忙内智行为开端，开启 Tiara 的 solo 时代。2014年5月，智妍推出个人 solo 专辑《一分一秒》，当周就登陆微榜首位，并打破了之前的4项纪录。在第3届音乐微榜年度盛典中，智妍斩获韩国地区最佳女歌手大奖，更是压轴出场，献上了这首歌的 live 现场。时隔一年，2015年5月，恩静也带来了自己的 solo 作品《I'm Good》。同时，为了照顾中国粉丝，特别推出了中韩双版本。当然 ，Queens 十分给力，让恩静同时获得内地榜和韩语榜的双料冠军。之后，恩静又带来单曲《Goodbye》，同样的双版本。同样的好成绩，恩静更是在微博上特别感谢了音乐微榜和粉丝们的支持。2014年6月，孝敏推出了第一张 solo 专辑《Nice Body》。性感爆棚。今年3月17日，孝敏再次性感升级，
发布第二张 solo 专辑，主打曲 Sketch 分为三个版本，中文版、15进版、19进版，一经推出立刻占领了内地榜和韩语榜的首位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因为各位粉丝的支持，让孝敏的 Sketch 中文版获得了当周的公告牌华语榜冠军，让他成为了首位登上公告牌华语榜的外国艺人。第四届音乐微榜年度盛典中， Tiara 获得韩国地区最佳组合大奖， N 静获得韩国最佳女歌手，他们用熟练的中文表达了感谢。Tiara 从韩国女团向着亚洲女团的方向迈进，2011年签约日本经纪公司，在日本正式出道。日单发布之后，得到日本公信榜的肯定，迅速在日本累积了广泛的人气。2014年签约中国经纪公司，进军中国市场。为了打响头炮，选择另类路线，翻唱神曲《小苹果》。推出单曲 Little Apple， 走了一条最亲民最接地气的路线。之后皇冠妹子们展开中国巡演，很多综艺节目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，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音乐，看到他们的努力，也开始去喜欢去追随他们的脚步。现在Tiara 闪耀盛开，如同他们的名字皇冠一样，想要把皇冠戴到头上并不容易，要经历之前的种种洗练和成长，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，但他们是幸运的，有 Queens 们的支持与保护，相信皇冠上的宝石会更加闪耀夺目，成为让人为之疯狂的皇冠女团。